我踩个大蘑菇王吧，这还不叫爆杆吗？哎，爆杆，这英文不能开刀。这还不爆杆啊？这我发现的。你的窝子。这我的窝子了。啊。这多过瘾。我从这边开干。这一片全是啊，哎，这块也是。够你踩一会儿。哎，现在模式很不错。哎，那底下都是。今天运气好啊。没事喽。啊哈！你们不踩我爆杆喽。哎吧，不困。这就行了。嗯，又干净又干净。这多好的小马路。这个模子真好。对。碰上花了膜了，哎呀，发财了！这跟我们昨天、去年那个和刁杰坑的似的。哎呀，发财发财了！质量还不错，你的质量还挺好哈。这块，来小卡小刀上来，这块有货呀、哎，有货。来了，哎，这么说够炒吃了，多留点运气哈。嗯，嗯，小牙子留着长吧。哎呀，这油花脸，这小花脸膜，嗯。多好看，小花脸波。嗯，懂了，现在。行，很不错。哎，是那样不是啊？对，你看你在拔草，就在草里藏着呢。拔草吧，这一片都翻一遍地。来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是、啊、是、啊，哎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一片你没看着啊？那不是、啊，那不是、啊，这么一大片不是、啊？啊？不是什么？啊、哦，你这片不是，这也是蘑菇头啊？那有点，你看穿插那个应该是穿插这边是，对，这边是，哎，这小蘑菇头头，你看这一片，可惜了，可惜，这都是好好的，终于碰上蘑菇片了，哎，真好，哎，这蘑菇看干啥多好看，干干爽爽，这叫真正的蘑菇，蘑菇花，那死蘑菇头，那哎，老多了，你踩吧，你看这还有一束，嗯，蘑菇花，你看，哎呀，干净净，给干干净净，你看吧，是。长蘑菇了，长蘑菇了，草丛里面这一片，这质量好，这个，嗯，这块够你踩一下的，嗯，这个蘑菇质量还带劲，嗯，那你进，掏到这一块，他说拔拔了是吗？是，这个好真蘑，哎呀，这抽抽拔拔的挺好的，这个蘑菇还抽抽拔拔，嗯，这是干净，哎呀，挺粗啊，有点黄，就这种好，嗯，哎，再小心一下。这被人嘎了，你看这还有小头头呢吧？嗯，这挺大的，被人丢了。嗯，被丢了这棵树。谁碰了谁丢了。对，今天太少了。嗯、我们藏的蘑菇也该取了，现在准备下山了。哎呀，先找我的蘑菇了。我都找不着。你找着不干什么？你找的。我刚才从那儿过，结果碰个蘑菇了。你看。哎呀啊、哦！拿木头挡下了，我这撒半天。看着呢。哎，藏太好了，大丰收啊！今天那背筐满了。哎呀，今天背筐都满满当当的，今天背三个筐对了。嗯，你筐里现在？我筐里都拿出来了。啊、嗯，帮我筐里装去。哎呀，你看，收获满满。哎呀，看到了。哎，你那个兜大，你那过瘾。嗯，还有点发亮，你看。行，往我这里边放。这个你背着吧。对，全都我背着。你背你满筐了。我这两兜就满，嘿嘿、哎。顶多还能再装个小兜了。你这可以了。行，今天我爸那筐也满。哎呀，哎呀，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哦。他俩还欢迎我呢。哎呀，你看，你好多年没来了，想你哈。哎呀，这表情，哎呀，这表情，这表情，哎呀，哎呀，还行啊，叔，我刚才去相亲了，你看这小哥哥怎么样？行行，行。待会儿来领证，你是怎么样？啊，你干啥呢？好上意思，你看，就最快了。行了。留的人呢？哎呀，这知道是自己家人。哎呀，你们自己家人。哎呦。啊，这个味儿对，他好久了。卤蛋来一次咬一次。对，他就咬卤蛋。自家人还不咬啊？不咬。大猴子抱抱。除了这俩狗都不咬我。他知道自己家人，一声一声都没叫。人性了。姐夫，我带你逛逛咱家动物世界啊！这是俩鸟。哎呦，一
一个叫小蓝，一个叫小绿。见面几面？好讨厌。那边有一个陌生的老头儿，那邻居。没敢说呀，邻居。你看那邻居，哎，那邻居还抓着只鸡。那个灯好几年没吃到了。这两天我带你上我老爸那个地里薅点黄瓜，个人家黄瓜哈。嗯。不至于骗吗？还难还贵。我老爸，我老公公那边，这咱家没有黄瓜了，咱家罢园了。嗯，不是正事。是吧？咱家还有豆角，够你吃的了。这多年以前，我家住农村的时候才有园子，才多年了。那我小时候上高中之后就走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姑娘，这好像应该还有点姑娘。这也快放园了。你看来收个门儿行吗？真甜的。甜了，就是立领的。就是立领的。啊，你不能给它翻下来吗？多甜呢，这姑娘。是。都是上这的姐妹，这样点心都不捡了。我比较喜欢吃。他回来这几个月了，啥玩意儿都吃到了。大姑家好啥葡萄，咱家又不没有。啊，对。这都大的。哎，这么多鸡。这才几只啊？这就六只。那外边那不还有呢吗？对对，那也是。等会儿啊，姐夫，领导给你煮鸡蛋。鸡蛋可好东西了。也真有啊。有。这几个小鸡儿可像样了，你这边个大肚布子，那些都是他下的，这边还有鸡呢。就这小鸡儿瑟瑟发抖吧。啊，人不是那句话，女婿进门，小鸡儿没活。相中哪只了？我选选的。告我吧。今天安排一桌我们家庭大聚会，拿着盘子碗筷呢。对。了解呀，看我们家人多多。你们家人都回来了，咱们嘛，咱在一块聚聚，欢迎啊，欢迎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。来来来，这个。作为一个东北孩子，小时候我们都学过落花生这个文章，但是从来没见过花生长什么样。今天带大家伙长长见识啊！走，带领你们刨花生，看看黄花香种的花生怎么样。你拿着大盆呢？是的。这就给小盆。这你装满就不错了，还能装下？能装下吗？能。就这个呗。对。我完全不是认识花生，我是因为知道看见这个比较多一些。来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不错！哎呀，快看看！哎呀，快、哎、快快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长五十多岁，这样头次看做花生，也行了，花生咋的？哎呀，拿花生，我掰个吃。嗯，花生味儿。还再干这个瘪子再好吃。嗯。哎呀妈呀，你头吃都吃不到嘴里去，你。哎，我要抠不开啊，我都得埋汰你。对。我开了，捏开了，你手劲儿没你妹妹手劲儿大。缺乏锻炼。哎，黄家种的花生香吗？香吧，你尝。哎呀，真香，哎、不一样味儿，跟山东花生不一样味。哎，给你尝尝，给你尝尝，尝尝这个是。说了半天，是清甜清甜的那种。对，还行。头一次吃到现刨现吃的花生。你看看俺们家，我爸一个人在那处理，俺们三个女的在旁边起哄。看到的，这是沙土地里长花生。爸，小爸。你看我那大白菜，哎，你看都爆汁了，你看多好！哎呀，不少。这小子都没长起来，这么晚了，应该扣地膜。他俩脱了衣服了。三，二，三，二，三。哎，丰收了。你不等他、啊，让他给你刨啊！哎妈呀，大老远你回让我姐夫回来干活的，那咋的？回来提。我姐夫回来能待几天、啊？我告诉你个事儿啊。咋的？小童说了，过两天放假带姐夫上山。小童现在是越来越接地气。嗯、对，小童说你让你哎呀，过两天放假是不是？那我带姐夫上山了。现在又没有草爬子。他应该真没干的干过那活，先让他看看体验体验。真没干，就采不到蘑菇不准回来，上山上待着。
黄浦江这个庄还种了点秘密的东西，大家看看认识不？这是啥呀？啊？啥呀？啥呀？啥呀？我种的地瓜他们都不认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种的，哎妈，你也拿这咋吃？哎呀我天哪，哎呀我都笑死了，我满心期待的在那边看着、这个吧这个吧，你能吃饱不？这是水萝卜吧？地瓜，袖珍地瓜。太硬了。哎呀抓住一堆。等你姐夫来，留给你姐夫吃吧。自家种的，没有化肥，没有农药，这点纯粹是咋花钱都买不着，俺们家乡下种的多厉害呀，到时候晾一晾是吧，要不它不干。哎，这地瓜还挺好，够吃一顿，够是吧。